家里举办了一场喜事，热热闹闹了三天时间。今天这个农家小。放心，阎良呢离咱们也不远，也就3个小时路程。咱们有时间了，或者天气下雨了，咱们就回来转转。因为明天我们要走了，我大姐和我外甥女知道以后，他们下午也过来了，一起再吃一个团聚的饭。